灣區全媒體，全灣區都睇。歡迎收睇由粵港澳大灣區主流媒體聯合打造的節目《灣區全媒體》，我是蘇奕文，我是梁學熙。今集我哋繼續同你走訪國家的大小城市，一起去發掘各地的新鮮滾熱辣資訊。怡邦，問下你，你有啲咩係最想知嘅咧？其實都好多㗎，嗱，譬如話咧，我好想知道科技點樣去影響我哋嘅生活啦，又好想知道各地今期流行啲咩喎？嗱，想知道今期流行啲乜嘢咧？好簡單嘅啫，即刻同我哋一起去南北快閃，咁你就可以知道各地有啲咩新鮮事啦。近日惠州市区下角东路的二木棉盛开，点缀出不一样的氛围。盛开的二木棉中心呈现白色，五片花瓣渐变为粉红色。花瓣波浪边略微反卷。这份独特的美丽引来不少市民观赏拍照。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同高新区再添新通道。衰途路对接横山路隧道工程全线建成，试运行通车。隧道将会大大缓解跨大运河的交通压力。两区间的连接亦将会变得更加紧密、快速和便捷。大熊猫萌萌四岁生日啦！这个亦是他来到武汉动物园的第一个生日。小寿星今日不止吃到生日蛋糕和长寿热干面。仲收到市民游客满满的祝福。广为人知，先同你睇下 iSET 世代看中国做过大湾区城市规划师系列报道。今次我哋就带你去睇睇吴伟文呢一位嚟自香港嘅青年系点样规划佢心目中嘅宜居宜业新家园呢？我叫吴伟文，我现在在香港大学读城市规划硕士。这个项目是一个上盖发展，虽然在香港是比较少见，但是它都用了很多香港常见的规划的原则，例如它将这里的发展和车站接驳，令到这里的人可以很方便地走去不同的地方。我们也很希望将这些香港方便的規劃理念用落嚟呢度華南嘅地區，因為呢度其實同香港嘅環境同埋生活習慣都差唔多啦。咁希望呢一種嘅規劃理念可以令到啲人呢度生活得更加方便咯。南沙咧係三個即係粵港嘅合作平台嚟講咧，係面積最大嘅一個啦。咁同埋佢嘅即係發展空間咧，亦都係非常之廣闊嘅。咁我哋見到咧，即係好多青年人咧，對於南沙咧，佢哋嘅認識或者了解咧，都並不足夠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透過今次活動啦，首先第一就可以讓同學咧對南沙有更深入嘅認識啦。第二咧，我哋亦都希望透過今次嘅比賽，等同學去天馬行空啦，去發揮佢哋嘅創意力啦，去為即係南沙嘅發展去提一啲有趣嘅或者一啲創新嘅一啲嘅意見咁樣嘅。見到呢度嘅發展都好快啦，因為聽我哋嗰個主辦者阿 Vincent 講啦，佢其實呢度都係一年時間就已經起到出嚟嘅，咁所以就都對呢度嘅發展都幾期望咁樣。喺我嘅理解啦，咁因為科大佢有別於傳統嘅一般嘅大學啦，咁就係去開辦好多跨學科嘅課程啦。咁因為聽阿 Vincent 講啦，其實都係做一啲即係培養一啲創業嘅人才啦。咁創業嘅人才係需要更加
多不同的知識，就不可以只看一面的。我覺得這件事跟香港有些分別，因為香港其實集中都是做一些傳統的學科，例如可能我只是讀物理的，就真的只是跟物理的，可能這邊會有些組合，可能化學和這個生物的結合，就可能會做一些生物科技的事情，在我的理解上。短期內我想在香港累積更多的工作經驗，但是當將來有累積夠足夠一定的工作經驗，那我就會可能會跟一些好像之前香港的跨司一樣，就上來這裡出謀獻策。那祝香港和大灣區其他城市一起發展，一起繁榮，這樣也都希望香港可以把握這個新的機遇。我覺得現在做學生都挺幸福的，除了說學習的時候可以有科技協助他們去學習之外，還有很多機會去參加課外不同類型的活動，過一個精彩的校園生活。是的，就好像跟著下來這個活動，這個就是由廣州市廣播電視台花城 FM 主辦的即刻開聲灣區校園音樂節，最近隆重舉行了，來自全國的優秀校園樂隊同台演出，還有很豐富的互動節目，打造灣區高校學生的音樂盛會。今次音乐节在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举行，由全国百几支校园乐队中突围而出的15支乐队轮流上台竞演。不要看他们只是大学生，台风和实力一点都不差过专业乐队，畅快淋漓的演出也都令到台下的观众热情升温。有一种免费看演唱会的感觉，新生的乐队让我能看到他们对音乐的那种渴望，所以我觉得就很有感触。玩得很开心啊，今日系啊，真系最紧要同到观众玩，可以上到咁大台，仲有咁多朋友可以聚埋一齐，真系好难得嘅。呢支由星海音乐学院学生组建嘅乐队带嚟名为《风》嘅歌曲。鼓励大家追寻自由和梦想。乐队表示，为了这次表演，七名成员都付出了不少努力，比起结果他们更加享受的是过程。熬夜那晚真的大家熬得很辛苦，所以现在听到我们很多成员的声音都是哑的，包括我自己这样，就是因为我们花了很多心思和时间上面，在大舞台上面演，其实是一种很舒服很爽的感觉。湾区校园乐队大赛今年进入第二届，全新升级为湾区校园音乐节，除了精彩表演，现场还打造了多个美食、文化及品牌体验摊位，吸引很多学生和市民前去体验。无论是舞台的观感啊，还是各方面都是很高档次的，我觉得。然后包括现场的场地的一些摊位啊什么的，也是很丰富，有吃有喝。周末有这样的活动，还是很愿意过来参加的。新生代力量真的是很。他们很无畏，很勇敢，很勇往直前。这也是展现了我们整个湾区、整个广东，我们广州所有音乐文化的一个汇集，一个力量的展示。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以前学的古诗词或者是文言文呢？如果不是有注釋的話，想要完全理解都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是的，最近華南理工大學就有科研團隊利用了人工智慧技術去訓練出一個大語言的模型，可以實現 AI 翻譯古文。測試一下一句李白的古詩，比如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可以看到它的翻譯的結果還是很合理的。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比如说我文字问这句话是出自哪里，然后作者是谁，他会告诉我们这句话是出自什么地方。上天造就了我的才干就必然是有用，千两黄金洗完了亦能够再次获得。不知道大家对 AI 老师的翻译满不满意呢？输入整篇古文或者是其中的片段，系统就会自动计算得出翻译结果。这个是不限于时代的，我们这个模型呢，它可以涵盖从先秦时期到近代的一些都是可以去翻译的，然后它的这个领域也是不限的，比如说一些佛经啊，或者儒家道家的，或者一些历史描述历史的，或者一些古文诗歌，它都可以进行很好的翻译。要训练这一位的 AI 古文翻译老师，简单来讲就是要将尽可能多的古文和白话文资料导入大语言模型里面，让它不断训练学习储备知识，直到出师实现 AI 翻译。
團隊仲研發出一個古文的圖文識別系統，導入一張古籍的照片 ，AI 就會自動識別照片的內容，自動加標點分句，同時亦都可以翻譯。难点在于古籍它的样式非常多，然后跨的朝代非常多，比如说书法风格不一样，比如说楷书和草书它的风格就非常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数据的缺乏，目前我们学术界公开的这个书籍的量都非常少，我们在数据采集还有这个标注上面都花了很大的功夫。團隊負責人金連文教授表示，文言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 AI 文言文翻譯技術可以在白話文和文言文之間搭建一座橋梁，令更多人感受到古詩詞和古文的魅力。这些古代的这些书籍啊，这些相关的里面的这些古籍呢，它承载着相关的很多的文化传承，包括里面有科学知识、政治、文化、经济等等相关的知识，把这些海量的古籍进行数字化，有利于我们对这些古籍进行保护，构建相关的古籍知识图谱。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第二批名单通过生态环境部审核并公示咗咯。系啊，嗱，广州流溪河咧就榜上有名，亦都系全省入围三个案例当中唯一嘅河流，即刻带你去睇睇。每年入秋前后，流溪河从化段就会迎来一批特别的游客白鹭，他们会成群结队择景而栖，翩翩起舞，在蓝天、碧水和青山映衬之下，构成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所以一般早上都出来行啊，很舒服的。我一般六点钟出来，那些河边都有白鹭在这飞。流溪河全长157公里，流域面积2290平方公里，是广州重要的备用水源地，同时承担住防洪排涝、农田灌溉等功能。2016年以来，广州通过建设污水处理厂、排水单元达标改造等措施，为流溪河正本清源。制服嘅，今日有冇邋遢啊？度可能叫人露起嚟咯。个星期见几多次左右？有两三次拍。系五星级流溪河啊嘛，睇到噶，有眼睇噶，清咯。目前流溪河沿岸植被覆盖率超过六成，常见水生植物有31种。流溪河打造咗超过176公里嘅有声壁道，游客嚟到河边扫一下二维码，就可以聆听流溪河嘅水生态故事。流溪河只是广州水环境治理的一个缩影。监测显示，去年广州20个地表水考核监测点位水质全部达标，多条河涌重现水清岸绿的景象。冇咩明显嗰啲臭味啦，啲水啊有鱼油啦，而家有鱼油。平时一听到话要去医院咧，相信唔少嘅朋友咧都会撒手零头，诶，冇乜事啊，点会去啊？不过最近咧，肇庆有一间医院咧，好多人都好乐意去。嗱，你梗系讲紧嘅咧，就系浙江省肇庆市原第五医院嘅旧址啦。嗱，呢一座颇具肇庆韵味同埋现代气息嘅揭文图书馆建成开放，成为咗古城又一个网红打卡地。哇，一齐睇下。蔡元培生平事迹展常设喺揭文图书馆负一楼。每逢双休和节假日，来这里参观的游客成倍增加。因为这边也是新开的嘛，然后通过小红书的宣传和政府的推广，也很方便市民打卡参观。揭文图书馆总共3层，除了地下1层，地面2层是蔡元培和中国图书馆事业主题陈设，以及大量有关近代教育家蔡元培的书籍。观众可以在这里品读书籍，听讲座。蛮有特色的，这我看上面学习的人也很多，很安静。如果我们是住在这边的话，也会经常会来这边看书。休息天可以来这边参观一下，然后喝杯咖啡，然后感受一下人文古迹。揭文图书馆外立面同样采撷自书圣故里的漏窗，色彩是传统的墨红色。身处揭文图书馆，同时仲可以遥望东侧的蔡元培故居，感受新和旧的对话。我们通过一个水院，通过一面镜子的墙，
让老建筑和新建筑发生互相映射的关系。通过这片水面，把老的新的倒映在水面上，远处是基山和文笔塔，以此反映我们对老建筑的尊重，对历史风貌的尊重。而揭文剧院就保留了原揭文电影院的建筑架构，对室内功能进行更新提升，并重塑外立面，令古城百姓的青春记忆得以延续。新建的蔡元培广场上面，蔡元培铜像搬到广场入口侧边，为广场提供更好的开放性。通过镜面水池、清水混凝土片墙，将游客引入到揭文图书馆和蔡元培故居。我们尽一切可能，在他看以后决定保留绍兴人民在这块场地上的一些记忆，想在继承保护好绍兴人民的历史的记忆的同时，能够赋予一个场地新的活动方式、新的市民方式。揭文图书馆原址是绍兴第五医院，在2019年底作为绍兴古城保护更新文旅项目之一，总投资约4亿元的揭文图书馆项目开工，原第五医院被拆除，新建揭文图书馆。今年四月份开馆以来，已经接待参观者接近29万人次，成为古城新晋网红打卡地。刚才过绝龙里都来的嘞，路慢慢小的，房子嘛是破破烂烂的，反正都是矮房子了。哎，搿搿帮龙哈爷们就是变得慢慢宽广，漂亮漂亮，就是俺绍兴的城市的氛围。在新中式茶饮的带动之下，现在的后生仔女正式成为了茶叶消费的新动力。曾经风靡一时的围炉煮茶，就在去年的冬天掀起了一股热潮。点子啊，现在还延伸出春天的露营煮茶，夏天的围炉冰茶等多项的社交形式，好有仪式感和氛围感的品茶已经成功打入了年轻人的社交圈子，而相关的茶叶、茶具、煮茶炉等等的产品非常好卖。上午记者在亭红路的一间茶具店里面见到货架上摆放着琳琅满目的茶具，有德化的白瓷、宜兴的紫砂、景德镇的青花瓷、钦州的泥兴陶等多种材质供消费者选择。市民韦女士表示，平时她都经常和朋友一起探茶，所以也都想买回款专属的盖碗，想过来看一下，看有没有合适的，买一两个那个盖碗回去泡一下茶嘛。现在都款式都很多了，便携式的啊，像我们外出旅行的时候有那种旅行套装啊，都不像以前那种那么笨重，说带那么多东西的。然后像那种青花瓷啊，都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国风的那种嘛。现在年轻人嘛，都比较喜欢泡茶嘛。听说那个德化白那个白瓷很出名嘛，然后就想今天想过来了解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在新中式茶饮的带动下，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饮茶。新中式茶饮就是将传统的红茶、绿茶作为茶底，加入果汁、牛奶、咖啡等搭配出各种口味的饮料。由于冲泡传统的茶饮需要一定的技巧，随着年轻一代逐渐成为茶叶消费的新动力，更具设计感和便携性的电子茶具开始受到市场的青睐。便捷一点呢，就是说年轻人会有些出差啊、酒店啊、旅行啊、坐高铁啊，会带一些旅行茶具啊，便捷式的，比如说一壶两杯啊，一壶三杯啊，这种之类的都会有的。从事茶具销售多年的曾天德表示，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茶具企业亦都好敏锐咁捕捉到年轻消费群体注重高颜值同智能化的偏好，在设计上加入了国风、动漫以及专属标识。在款式上面，电子茶具、旅行茶具、露营茶具，甚至一些可以通过手机远程遥控的电子茶具，更受年轻消费者的喜爱。现在年轻人的比较说养生嘛。养生呢，这个就会有些首先呢，就会说收藏一些自己爱好的一些杯子啊、盖碗啊之类的。花纹现在就是说比较显得清淡一点吧，年轻化的是属于清淡一点的。白瓷呢，主要它以透为主，它然后可以包括可以看到一些茶室啊，看得简洁干净啊这些之类的。
業內人士表示，中式茶飲年輕化的風潮既是挑戰亦是機遇，茶館、茶樓、茶具都應該從更多細節上給消費者營造自在和悠閒的飲茶氛圍，將濃厚的中國茶文化融入新場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年以來，搭建起國家之間互聯互通的平台，令不同國家的朋友增進了了解和溝通，進一步擴大朋友圈。今集呢，帶你去認識一下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烏茲別克斯坦的阿熱。他呢就是華南理工大學的留學生，他相當喜歡運動，在一次偶然機會之下呢，聽他的同學講起廣州市花都區的七星小學跳繩隊培育了30多名世界跳繩冠軍的奇蹟故事，咁佢好奇心嘅驅使之下咧，就嚟到七星小學啦，睇下佢發現咗啲乜嘢啊。I am Azim from Uzbekistan.For me, sports are a necessity, a hobby. Sports help me to make friends in China and overcome difficulties in life. Sen Saoling racked up an impressive 108 skips in 30 seconds. Students from Qixing Primary School won 27 gold medals from a total of 20. When my roommate from Huadu District of Guangzhou recommended me watch the video of rope skipping team, I realized that sports can change people's life.I wanted to know how it was done, so I decided to find the answer. Hello, 小庄，我叫尔热。好，欢迎你来到花东镇青衣小学。你看看我们这一栋新的教学楼，是十多年前的时候呢，只有两栋陈旧的教学楼。现在我带你去参观一下，好不好？好的。这棵树为什么有那么多条绳？每一条绳子承载每一个孩子的美好的心愿，也就是告诉他们，我们农村的小学的孩子都能够从这里走向世界。那些孩子都是很自卑的，陌生人来到我们学校的时候呢，都躲的。我们开展了这个项目以后，就转变了他们家长的一种想法，还有孩子的命运，也就是哦，原来我也有可能读大学，好像你这样。对，现在我们教育局，我们镇政府已经把我们特长的学生都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一条链子这样去发展，来增强他们的一种自信感、成功感。原来是这样，我也挺喜欢运动，网上看到了你们的学校，就来学一下跳绳。好，正好训练时间到，我叫一个孩子教你学，好吧？秀妍，校长，好，你过来。这个阿热哥哥，我想学跳绳啊。可以的。免费吗？免费。好，谢谢你。鸟瞰神州，精彩在线。今日同你去广西白色靖西市，连日嚟龙潭湿地公园里面灿烂盛开嘅二木棉花，喺蓝天白云嘅映衬底下，满树繁花如诗如画，吸引咗好多市民同游客去嗰度欣赏。节目嘅最后咧，我哋跟住镜头一齐去睇睇咁灿烂嘅美景啦。今集嘅湾区全媒体就到呢度，下集再见，拜拜。